进来吧，有没有人进来？进来了 ，Hello， 吃饱了吗？现在是 lunch time 时间。今天我要访问我的一位同事，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我是 Quinsley。Hello， 我是 Vanessa。Vanessa 是你做什么的 ？Vanessa？ 啊，我是做这个account exec 的。Vanessa 是我的同事，她是做 account 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一下 Vanessa。Vanessa 也是怎么样接触我们 BE 的产品的 ？OK， 这个 BE 产品呢是我这位身边的同事呢 Quinsley 为我介绍的。是我介绍的。那你第一个接触的产品是什么？Standard Mail。哦，这样为什么你会想要尝试 Standard Mail 呢？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喝过任何一个代餐，所以呢我就自从喝了这个 Standard Mail 以后呢，我就觉得很有满就是很有这个很饱足感啊，然后而且呢它能够摄取很多营养哦。对 ，Standard Meal 是我们的代餐，然后它是有25种的全谷粮，21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我今天要访问你的是，你也尝试了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对吗？是的，大概就是 Manifi。Manifi 就是我们的 collagen。那你为什么会买这个 Manifi 呢？因为呢 ，Manifi 呢，其实它是 collagen 嘛，就好像 Quincy 说是collagen 嘛。那我想尝试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喝过 collagen， 但是不同的牌子，所以我就想要试一下这个 Manifi 的这个 collagen 呢是怎样的一种跟别的一种啊，对，就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子了。像你喝了我们的 Manifi， 你觉得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喝了自媒体以后呢，我觉得呢我的脸上的那些雀斑呢已经慢慢淡化了，然后呢皮肤呢就已经紧实了很多。然后我还听讲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刚才你跟我讲喝了除了减少雀斑有紧实度还有什么？还有很精神，喝了眼睡那种，喝了 Manifi 竟然很精神。那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让应该是没有吧。暂时就是这么多。那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collagen peptide， 就有 collagen 这个饮品。那你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像如果外面还有人在寻找很多种的这个 collagen， 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讲呢？我会介绍这个 Manifi 给他们咯，因为其实这 Manifi 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营养的物质，然后呢而且呢它还能够对抗就是延缓衰老。OK， 就市面上其实很多的collagen都是单一的成分的，那我们呢是可以防晒，可以抗DNA， 有 DNA 防护，有抗炎的成分，然后是还有保湿和紧实度的。OK， 那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没有了，但是呢如果呢你们好像要我这样年轻的话呢，记得要买 Manifi 哦。大家猜猜看，Vanessa今年多少岁？她是我们全公司最漂亮的。年纪大概是什么开始？三字头开始，竟然看不出。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如果还有什么更好的见证，我们再和大家 live。拜拜拜拜。